大家印象中吃过最美味的巧克力哪一种？前阵子才吃到一个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哎，是 Royce 的巧克力。哦，那个那个，真的是有点好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旁边旁边女生，等一下，这不是女生，这是比较女性化的。因为我自己也不太吃巧克力，可是就拿了一盒嘛，生巧克力那种，拿给我，然后我就拿去后台休息室给演员大家一起吃，然后有一个人他说。等一下，有点好吃，然后我讲真的假的，然后大家吃就，然后每个人就明明都指南，全部吃完就，等一下，打个屁啊屁啊，我有点好吃，屁啦屁啦，我是哎，白色都可能没有巧克力的，等一下，旁边好吃，指南到底是什么生物啊？反正我自己觉得最好吃是那个 Royce， 我觉得巧克力都一样好吃。送你一个 Royce 的，然后名我们其实里面装，好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吃起来有点像棕榈油超多的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在国小福利社都吃过了。等一下，这不是那个融化之后油水分离的那个吗？昨天还弄。我天哪！啊！哎呦，我该病好痛。其实它是镜头的问题，实际上它现场会比我们看起来再快一点点，所以其实没那么危险。可是看了就你知道，觉得很有一种，有一种马上就可以表演一下，就是有一种。好。你这样好像林书豪化妆之类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林书豪，林书豪化了一个肥妆。眼睛，下面林书豪的照片。这样就有一点不像了。哎，这里而已，这一块怪怪的。真的哎，你就在某角度没有像。翻白眼，林书豪才没有翻白眼。林书豪其实也很那个啊，非常那个，因为他们一进去之后就一直叫，叫到嘴巴爆掉为止。他们是被黏，他们是被叫，因为他的脸可能会黏到啊，然后他会挣脱啊，然后叫到那边开啊，对啊。叫是干嘛？就是他叫当然是叫痛啊，不然叫好玩吗？啊，黏黏的。等一下，好，虽然迟了一天，还是要祝娘子生日快乐。哎，很高是？哇哇，今夜，今夜，今夜，是今夜，今夜不回家哎！哇，是，这个蛋糕，店，今夜，今夜，对，这是麦卡贝送的，是吧？是吗？是哈，是丢掉，超坏的啦！大师，真超衰了。我生日前一天，然后我就晚上想说去买个东西吃，这样，然后就买什么炸鸡啊、鸡肉串啊什么的，买两罐饮料，一个阿华田，一个牛奶，这样，好爽，很爽啊！那边吃，然后就炸鸡这样一拆开两块，他直接拆，怎么跟我一样啊？可气死了，生气！捡起来照吃，公园吃完之后我就很生气，就后来就拆那个鸡软骨，特别小心鸡肉。那个串烧它是竹签嘛，然后竹签一抽出来，然后前半段断掉，又掉到地上。跟我那天一样啊，忍不住就那天真的很想喝东西，后来看想说喝优酪乳好了，然后我觉得很爽，就讲到这个，然后就在阳台，然后就这样坐着，啊，就很爽这样。而且我的表情真的就是，就已经不是啊这样子，就，不是，已经啊，天哪，好可怜哦！所以晚上就气到去买一杯珍珠奶茶。我那时候给你切太快了，别想切太快了，整块蛋糕你真的妈切四块，也太夸张了，是这样子。我最多。一个那个宝可梦 GO 出中文版了，大家会愿意再玩吗？游戏要怎样修改才会想玩呢？聊天系统啊，对不对？聊天系统就还好，聊天系统啊，主人照片上传系统，你打开就可以看到你的朋友在哪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看到附近的辣妹在哪些区域？这个可以宰了，真的约炮软体啊，地方的神奇宝贝狩猎师也要牢，你的御三家会恨死这个网站。
唱个屁啊，又不是不会念。想挑战离你最近的道场吗？你附近有49个积木的训练师在等待挑战。我地方的宝可梦需要立即快速的宝贝球。弟弟拍照了哦！哎，会 take 到我？会啊。好，又是礼拜三了。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小葵。欢迎小葵。阿葵啊，好臭，感觉就很臭。所以他超臭的。想要触摸到小动物或是喂食的话，需要另外加。哇靠！那如果我不想摸啊，他自己来碰我，不就我要多收500块？蹭你就500。对啊，他这边水要刚跑过去，然后就跳钱这样，就是去水要刚就啊，可能水要收回来，别碰我，不要钱啊！拿棍子打他，还不敢用手碰他，走开！突然就碰水500，然后一只水要从后面，哎，叮叮叮叮叮叮。你偷点你肩膀，没有。如果是彭于晏咖啡馆的，可以摸的话，有很多彭于晏在那边给你摸。好恶心，要，我问一下，是那杯饮料什么？干嘛啦？笑屁哦！如果是水，你要去吗？不喝，买。那如果是他的汗呢？买。他漱过的水，是吧？他倒了一壶水，然后就好恶哦。然后突然水过来，小姐，你的水哦，这样子。这也算在内吗？也买是不是？也要。但是他这也可以、啊。但是他上一餐刚吃完焗烤花椰菜，很好吃哎、欸。不是漱出来水里面都是花椰菜的屑屑的。可以。天啊！刚吃完芝麻汤圆，哎、欸，很好吃，我喜欢。我也很喜欢。不是问你行不行？不行啊！那么你喝下去都好恶心啊！不是彭于晏漱口，是菜头漱。怎么可能？阿哥，你吃一个就微辣，三枚就大辣，王心。但是你们知道，我喉咙不好，然后老板娘也知道，他就买了另外一个椅子。哎，我要吃你那个白痴哦。有加咖啡，这应该是巧克力。这本来是一个月，然后因为这样，还是这是肥皂，老板娘想杀我，真的。还是这是肥皂，老板娘想杀我，真的。你有一点咖喱加泡泡哎、欸，那你们俩也拼啊！你们俩也拼啊！牛啦，然后叫牛哦，这个也变得好难吃哦，好难吃哦。那我不要这样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你长大吃比较养生，小时候都只吃很多化学的。我刚才没有巧克力的感觉。哎如何？心死人对了！啊！脏到了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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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说，你今天回家不在干嘛呀？不是啊，有点。那你不能这样给我超车啊！对不对？他下面的牙齿超干净，讲为什么？哎，不是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有办法没？哎，不是，这巧克力真的很怪哎。不是巧克力的感觉，没有巧克力味。对，它甚至有其他你变下阿勇啊！这是一个很难以形容的化学味，就巧克力啊！不是巧克力，哪是啊？我整坨吸干嘞，那其实热量一根。没有。阿勇，你好阿勇。阿勇，你给我摆一个杯啊！你们回家有没有？那你要不要变一下？美妆布洛克，好可怕！加上的这个是这个唇齿的唇彩哈，上唇的哦，对，这样，不是，你嘴巴不能合起来，我帮你上个。哇，你好逗啊！你好迟钝。嘴巴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这个基本上哦，我们敷在这边大概。3到4年哈，等于3到4年你就可以得，就是我们的一项是骨头会让你牙齿，你牙齿变，哎呀，滚蛋，我这样，哎，大家先等一下，滚。
你是你是你是洗掉。嘿嘿阿鲁伟，阿鲁伟，阿翔啊，阿鲁伟，你要来掉下，掉下来，啊啊，杰啊，掉下掉下，阿那个我还上戏啊。哎，我上次那个，第一间那个哦，那个那个哦，那个老板炒那个高丽菜哦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就胖哎，那个胖，你讲讲讲，这你还戴墨镜，戴二层三层，你还喝解蜜水，你就是滨海公路的司机啊，奇怪。哎，你不能这样给我发车啊！弟弟喝水哦，弟弟喝水哦，弟弟喝水哦。